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《王者荣耀》啊！现在打一把 Q 区的单排啊，是钻石局。我们这边是赵云、百里守约、小乔、吕布还有张飞。太过分了你！挺恶心的这帮人。和恶魔待久，你会理解。组沉默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Triple kill. You have slain an enemy.剩橘右京一个人了，他废了，什么玩意儿？开始撤退。帅不帅？哎，我怎么死了？我刚说我自己帅，尴尬的，我来制裁吧。兄弟们，告诉我一下，我怎么死的？我懵了。为虾米？凭啥？我点塔，我差两枪，我就塔就点完了。这是啥玩意儿？和恶魔的。喝口水，拜拜火吧。这都能死，我去！他真是个倔强的水晶，太倔了。全抓赵云去了，张飞别上啊！你咋想的？开始撤退。组沉默。干啥呢？这是？枪有点饿了。是指你？白起干啥呢？干什么？不行就是不行。组成我是自己的痛恨。枪有点饿了。挣扎啥呀？哎呦我的妈，这根本就不行，还跟那捂着呢。我刚才死那把，我有点冤的。水晶说：“给你点脸了，咔一下给我干死了。”我正跟那平 A 呢，啥玩意儿？烦人！这谁讲话了？帅不过三秒，这是。刚说帅不帅？我躺地下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我们这边是9-4、5-2、7-5、5-7、2-4，对面是2-7、4-6、11-8、2-3、3-4，可以可以。好吧，小伙伴们，回呢，现在有个粉丝群啊，专属的粉丝群，全网唯一一个啊，是企鹅群。查看火焰的主页或者是私信的方式啊，你就能找到这个企鹅群了。每天有火焰最新的视频啊，还有跟火焰能及时的互动啊，赶快来找我吧啊，企鹅群啊。